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建诚老师好。请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不得了哎，产业选股的威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产业选股真的，产业选股就是老师一直以来进中讯就告诉大家的，也是老师始终如一的选股方向。包括老师看好的瓶盖股，在老师您讲之前都没有人提瓶盖，他们好久了，资料送给大家了哈，也都开了。还有华为概念股也是很多人不看好，对，华为的手机还有人买吗？哦，我跟你说，人家上修手机的这个出货好，老师送给大家华为概念股，昨天全开牌了，全部都是正数哦，连昨天涨最弱的景硕今天也都喷出去了。昨天送给大家英特尔概念股，老师今天居然还出现了红灯了，真的很强。所以从产业做选股威力真的非常的强大。说到了老师今天的辉达概念股，今天全片红通通，因为昨天盘后辉达涨了25%、说辉达没有人比老师更强。从去年10月份，老师就跟大家讲，辉达的黄仁勋黄执行长，他怎么样终日前前偷偷来找台积电啊，一路这样子讲过来。辉达从去年十月最差的时候，他发表旗舰晶片 ADA Reference， 有我们在 YT 还跟各位讲什么叫什么是 ADA Reference。 对， ADA Reference 他是英国第一个女生 女的数学家、然后第一个做电脑，非常算到电脑，他的电脑专家啦，英国第一个女性电脑专家哈。对，所以以他命名的一个晶片。OK， 好，从那时候一路跟你讲到这边哈，三月有跟你讲嘛，三月还送了一份辉达概念股哦，辉达概念股。我今天早上啊一早看了，我的天哪，创历史新高的亮灯涨停板的那一份。对，这是3月20号送的，对不对？你们可以去看哈，两个月前我的影片都在。YT， 你只要股海大丈夫 YouTube 频道股海大丈夫，你去搜红色框框，你直接搜3月20，你看我就给你回答概念股了嘛，是，对不对？没错。问题是那时候的世星 KY 多少钱，现在多少钱？重点不在这个啦，重点是这段时间你抱得住吗？这两个月的时间抱不住啦，因为这中间那么多利空，涨去涨追涨，跌的时候遇到利空，矽谷银行倒闭，低共和挤兑，债务危机，你就把它卖掉了。所以5月15以前你去卖掉这些股票的人，你现在应该都是垂心肝啊，对不对？垂心肝啊。但你卖掉了，你现在才去追的人，我觉得我现在就再跟你预言一次，你会再垂心肝一次。为什么？都是右上角了。等一下哈，我会跟你分享。我说投资人在股海里面所学到的教训，就是永远都没学到教训。好，这个是历史学家陈诚说的。OK， 股市历史学家哈，因为过去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汤恩比，写了这么厚的书，上下册历史研究，老师都看。他在里面第一章他就讲，人类在历史里面所学到的教训，就是永远都没学到教训。学到教训，不然为什么历年历朝会一直改朝换代？就是这个原因嘛，股市其实也是如此啊。来，我们先废话少说一点哈，我们跟各位对讲一下这个大盘哈。今天大盘是直接往上冲哎，来，直接冲到。我们告诉你说，大盘要怎么解？我说你要看技术分析。我跟你讲哈，昨天的这个高点盘一段时间，昨天跌破了5日 K 五日均，对不对？很多人想做短线，那五日均破先卖嘛。虽然尾盘下一个上影线，但是连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道琼收盘都是跌的嘛。的所以如果你做台股期货的人，你昨天去做夜盘，你搞不好都已经先停损出场了，对不对？就哪知道盘后辉达来一个盘后消息，大涨25%。今天的股价，今天的量又出来，股价直接创新高，16300有没有？昨天我们才在节目直播，对，我们拿出来重播，说我昨天中午我讲说大盘压回有限，没错，我还告诉你说台积电，高盛在那边放话调降，那是在干嘛？压低吃货，因为前一段时间买不够。来，今天立刻给你做印证了，我没骗你，
昨天才讲完呐、啊，昨天才讲完嘛。对啊，还告诉你利空非利空，利多非利多。我没有做台积电没、欸，但昨天台积电，我说我做台积电概念股，但是我都告诉你了嘛、嗯，是不是？昨天包括 Intel， 你们看到超撤台积电，你们看到这几天压下来，今天一个跳空直接过前高。对，我告诉你说，台积电的淡季就是在第二季。嗯哼，股价最差就是这个时候。我没骗你，没错，没有哎、欸，有几个人台积电这么弱的时候，还敢这样跟你讲说压回有限。今天立刻怎么样？昨天才讲，今天即刻怎么样？就验证了。对呀、啊，你要跟什么样的分析师？预告你要跟那个五月初到五月中，大盘在跌的时候，债务危机的时候，在跟你胡说八道的分析师，你现在有没有发现看错节目真的很惨哎、欸？看错节目你会追高，你会杀低，你会被人家恐吓，嗯，你会垂心肝，对不对？今天就给你验证了嘛。嗯嗯。台积电今天收盘是今天542543收543，你之前快套在540的，之前546最高，对不对？那前一波高点都要解套了，即将来到。这几个月你做潜龙，好好的盘着、嗯、都没事。对，节目看越多，亏越多，砍得越多。真的，把我节目看好来，一档一档股票，你又怎么样？你都可以赚得到。你不但解套，你可能都要大赚。是，我说重点是你手上有什么股票、嗯哼，但是你喜欢总是爱去追热门股、嗯、我就很难跟你做保证了。嗯哼，好来，嗯，好，台积电还有大盘，其实昨天老师都讲在前面了哈、哦，对，都直接告诉大家，低档有限哦哈、哦。来，然后昨天也告诉你 Intel 概念股，因为继华为瓶盖之后，华为，嗯，昨天跟你讲英特尔概念股有没有？我都是跟你讲在前面嘛，是那个手上的清单，我都是怎么样？概念股今天我都准备好要给你嘛。对，好，但因为我们的人很多嘛，嗯，我说光我 YT 订阅就3万多人了，会陆续的回复。我说优先，我们会员是第一时间会直接拿到，对，直接拿到，嗯，好，因为既然入会当然是免费嘛，一定是优先。那不是会员呢，我们也是免费给你，但是请你排队，好，因为一个一个要给。几千份啊，我们服务人员会员，我们只要一个讯息发出去、嗯、对不对，你就直接收到这一张图，对，收到我们的连接、嗯哦、但是不是会员，我们要一个一个给你，对，需要点时间，需要时间、嗯哦、最近行情这么好，大家又忙着办入会、嗯哦、多多少少讲会延误到你啊，就是不好意思、嗯哦、跟你讲不好意思，很抱歉、嗯哦、但是还是会给你，是、哦、只是说等你拿到会不会时机就过了，好，那就没办法了，我想这也是 有入会跟没入会的差别嘛，所以最简单你就直接入会，直接跟上了。好，嗯，一月到四月总整理的我们的操作绩效给你看，对不对？推荐股的涨幅，还有我们会员的持股的涨幅。是，然后呢，五月，好、哦，五、嗯、月，好、哦，我们已经获利出场的。哎、欸，这一张是已经获利出场哈、哦，嗯嗯，还没获利出场的，我还没让你知道哈、哦，不是没有涨哈、哦。我一直在邀请你的，比如说我赚1万2万，我觉得还不够，我还不想开牌的，我希望赚5万再开牌的，我都还是没开哈，那不代表我的股票不赚哦。OK， 好来，那既然给你的华为概念股，对不对？昨天这个是也开了，全开了，对不对？开了，瓶盖股，也都开了，好来，嗯，然后呢，嗯，来这一个，英特尔，开三档先给你。今天星星锦硕都很强，技嘉是红灯。我今天在，我中午在 YT 录节目哈，我开了，对，我开了，是哈、哦，来，老师，你看大涨，你猜，昨天全部遮住，今天你猜，哪知道你昨天有没有这几只？昨天拿到了朋友，来，这是我跟我助理的特助的对话，嗯、我昨天请他做这一张出来的时候、嗯、的对话都在这边，骗不了人。许特助，你的荧幕够大，你把你手机放大，你就可以看得到每一档。好、哦，你就可以看到每档，怕解析度不好而已。好，那这三档开了，大萤幕的我这张档我刚刚开了。嗯嗯，哦，星星锦硕技嘉，欢迎印证。好，昨天有拿到的朋友，你也都可以来印证，就是这三档。来，那当然后面下面这几档还没有开的还有机会，绿色框框扫起来，赶快来索取小老鼠 HIH888， 来直接来拥有继瓶盖股、继华为概念股之后，昨天技嘉2367。的技嘉，你看我们天心记性多好，对吧？2376，才夸你记性好，2376，来，嗯，今天是涨停板的哦，今天直接开高，嗯，直接开高，你有没有发现？嗯，这个行情如果你不提早布局等，真的，你总是等到要喷，
你来得及吗？来不及呀、啊，来不及啊！一早开盘就直接来不及啊！对啊，今天就算你有勇气去追涨停，你又是在赌运气，因为你想说我今天买涨停，明天开高我就卖，我可以赚5块10块价差，可以。但是也有今天开涨停，明天下来的，那你怎么办？过去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如果你不懂这家公司股票，今天去追，明天下来，你敢不敢再加码？你要买在前头才有赚头，你敢加码？那你可能是对不对？不懂，那你就是叫赌运气嘛。我就跟你讲，十倍胜不是单靠运气嘛，靠什么？中日前每天20里路，二十里路的行军嘛，走好来。那如果这一档是哇？如果是像四星 KY 那么标的股票，那当然拉回，我就是照这个南极探险队的方式，我每天节奏既然拉回，那我会持续买进，对不对？差别在哪边？资金有没有控管好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股票真的飙起来的时候，都是直接这样，很快、哦，你没有让你慢慢买的啦。你在买的时候，你相对你的胜率就怎么样，就低了嘛。富贵就会，特别是你们喜欢做短线的人，有没有？心理压力也会大呀。好了，锦硕3189的锦硕哦，这个是 ABF 载板。昨天最后华为是不是开？直接开最后一档，对不对？涨比较少的南电、星星你都知道，对不对？啊，锦硕也开116。对啊，我们那时候送华为概念股是110.5，110.5到今天116，亲爱的好朋友。来，那星星不用讲了，星星也很强，对，多少？13。好，我要讲的是说星星呢，它基本上瓶盖也有它，对，华为也有它，是，对不对 ？Intel 也有它，连 Intel 也有它，对，所以它涨得怎么样？就会比较涨得天空地道啦，对不对？只是前一波很多人也是怎么样？因为在去年前两年一堆人买在200以上的，然后呢去年砍在120、110的，哦，那没办法了，又是追高杀低，那没有办法哈。好，来，我们的节目真的时间很短哈，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很多废话没办法讲太多，但是你要听我讲很多有意义的废话的话，麻烦到 YT 去哈，红色框框扫起来哈。我觉得有时候股票会不会赚钱，不是你手上有没有标股的问题，我再讲一次哈。观念心法，你今天赚了一只标股，你明天又吞一根涨停，你等于红尘来去一场空。是，你赚了这一季，第二季又亏回去，你还是没赚到钱。对。但是你有没有过说，你真的确实一年一年算起来，你每年最后都是赚赚赚，然后怎么样？你的财富一年一年就累积上去，这才是真的慢慢变富。所以你今天赚一根涨停，不要太开心，我又在泼你冷水了，不好意思哈。有真的买到跌停，你也不要太难过。我还是 那句话，南极探险队的行军策略，阿蒙森行军策略，你要走好来。是，好来。所以 Intel 概念股还没开的，英特尔，这一张哈还没开的，还有机会。来，绿色框框，我这一个月来我送很多了，瓶盖、华为、Intel。那我跟你讲哈，一个月之内这是最后一次的，我不会再送概念股了，老师再送一份，再送一份，就这一张是最后一次了哈，再送一份，再送一份，这一张最后一次了，再送 一个月内我不会再送概念股，因为你们从一月看我到现在准不准你都知道，我不是事后，我是事前就已经告诉你了，是没错，每一份都是事前预告。好来，老师，那华那个辉达那个三月的那么强，那我们可不可以今天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好来，我说投资人在股市里面所学到的教训就是从来没学会教训，怎么呢？来，你们有没有这件事情？假挖来矿挖挖，好，什么叫吃完内看往外？手上捧着还要看别人的。哎，你手上买了，嘿，你手上买今天没涨，你看别人的今天涨怎么样？赶快卖掉去追。哎，偏偏你卖掉的时候你就追高，它就下来了。然后你的股票刚被你卖掉就涨上去了，你有没有这种情形？你有没有常常发生这种情形？有，来，结论，难成大器。你会吃碗内看碗外，就代表你本来对你碗内的东西你就不了解。不然你为什么会吃碗内看碗外呢？那你对你的碗内的东西够了解，你就放着等它怎么样？涨起来啊！时间到了，利剑大人，风来了，对不对？就上去了。你再去追别人的股票，那是别人的股票。你懂吗？你不懂，你只是看到最近大家都抢着买，你不买，你好像没有在混台北股市。那你要小心，你会重蹈怎么样？两年前你去买货柜三雄，200块以上货柜三雄的重蹈那个覆辙哦，有没有？好来，
追的是别人的股票，最后呢，有没有人五月初到五月十五号这段时间你在砍股票的？你是追高再去砍的，那这句话就送给你：追的是别人的股票，砍的是怎么样？自己的血汗钱，真的有，真的有。去年十月去砍的，是，嗯，矽谷银行倒闭，今年三月，嗯，第一共和集队去砍的，四月，五月初去砍的。讲的都是这些人的血泪史，真的，对不对？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我有一个旧的清代会员，刚开始愿意怎么样，跟我富贵稳中求。哎，我让你报的时候，就像今天，是不是台面上，一堆辉达概念股都在涨停，散热在大涨，是 ABF 载板在大涨，是，对不对？对，高价 IP 股又在大涨，嗯哼，有没有？有。然后呢？现在怎么样？又想要去追了，好，这是旧的，之前旧的清代。昨天突然跟我联络了，他出现了。你知道为什么昨天跟我联络？因为他手上买了好几张的创意，买了高价股的力旺，然后因为前天买，昨天杀下来，不知道怎么办嘛。重点他是追高，追高嘛，杀下来嘛。但是这几张股票，你最近如果你就是休兵的时候。你安分一点，隔天就上去，真的今天又上去了。是啊，今天创意有两个。可是因为是高价，你一高一低，就那个力旺今天高跟今天低就差十万，一张就差十万，你买个四五张就差四五十万，再加上几张的创意，一样一高一低差十万，受不了啊、我告诉你，心脏动北，一天就一百万了。嗯哼，所以他来留言，他跟我讲什么样？他上礼拜，就是十五号以前，在震荡的时候，砍掉股票亏122万，砍掉之后去干嘛？就是去买什么？追右上角。我刚讲这几档嘛，右上角的创意嘛、力旺嘛、信华嘛、啊，都是高价股嘛。啊、昨天贴给我看，未实现损益，又是亏七十几万。前面122，又在七十，又是亏七十几万，能八万。对不对？难怪他心里会。然后今天，他问我说：“老师，求你帮帮我，可不可以帮我把这几只弄回来？对不对？我再回来参加你清代。”听得很清楚嘛，就是希望我帮他赚到钱之后，再拿赚到钱，再来付会费嘛，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好，但是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我是不是常讲这句话？是的，没错，对不对？嗯哼，你一定要自己哈亏掉了，122万不是钱吗？负79万不是钱吗？还有今天创意涨停，有谁会猜得到 ？NVIDIA 今天会大涨25%，今天创意涨停，他吓死了！今天创意涨停，赶快把它卖掉，解套，赶快卖掉。嗯哼，所以你们发现。这是不是在赌运气？对。那我不跟你讲过，你要十倍胜，你要十倍胜获利，是靠运气在做股票吗？不是，不是啊，是靠猜行情在做股票吗？ No、不是啊。从一月到现在，我们跟人家猜行情做股票，从来没有，没有，真的。所以你们发现为什么你们没有赚到钱？因为你们是靠猜行情在做股票。你搞不懂产业，你跟我的差别在于怎么样？我是带你每天中日前前20里路的行军策略，没错。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花一个礼拜要跟你讲南极探险队的故事吗？你要做成功插旗的史考特，阿蒙森还是全军阵亡的史考特？重点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每天走好20里路？不是猜行情，好不好？很重要哦，好，这是观念必须要有。我们要等一下先进广告哈，先进广告。来，我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甜甜的福利啊，给大家跟对人，我会教你挥出全垒打。是，你跟我走好20里路，跟错人，你的财富就是三振出局。这两个礼拜来不到我们的操作，再加上我给你的瓶盖清单、华为清单，再加这个英特尔清单，是几乎挡挡全垒打。完胜没有几乎啦，就是全都是挡挡全垒打。对啊，对不对？就是完胜啊！我说哦，你如果还在龙困浅单。你还在三振出局的人，赶快！你要飞龙在天，改变！你要全垒打来，你改变！我说我今年就是这几个主题，我不会随便，对不对？一飞往我46块走的，这几天涨48，不关我的事，那是红利股，对不对？我现在也斩钉截铁跟你讲说，我现在手上没有什么云品，没有什么精华了，精华我们也走了，对不对？
就跟两年前我跟你讲说200块以上的长明跟阳长荣阳明航海王我一张都没有是、哦、我就老实在节目上我也不怕你笑、嗯哦、因为过去笑我的人后来怎么样一个个都回来、嗯、跟我道歉认错了对不对我现在还是看好这几个主心骨、哦、伺服器你看到、哦、有对不对 AI 伺服器的是不是很飙强成熟制程记忆体高速传输是我告诉你啦这三个象限的一个一个都会落后跟上好不好、嗯嗯嗯、落后跟上你才有大波段可以赚于是呢你还在龙困浅滩的想要跟老师飞龙在天的你要飞龙在天我这168专案给你、嗯、好什么专案呢专、嗯、案内容第一个当然你会有我们股海大丈夫会员的买卖扣讯必须的对不对一年期大方送给你一年期一年哦一整年哦一整年哦到明年这个时候是对不对到6月、嗯哦、因为这几天不用这礼拜不用跟你算了就到明年6月底明年6月底好明年6月底我告诉你电子的春宴早就回来了当然啦、啊、好好一整年的讯息给你哦期间你如果升级清代班我给你88折在这段时间，对，一年内你升级，给你88折。我另外送你股神养成班，这很重要。大丈夫操盘心法教学影片送给你，日本投资高手操作教学影片送给你，还有你这几天一直要来要的第一手题材精选概念股清单，我送给你。你会第一时间拥有三重送。这里面有什么？股神养成班价值30000块，投资高手操作教学影片价值30000。第一手精选概念股清单，价值无价，真的。好、哦，这几天你就知道可以赚多少钱了。是，我们先进广告。算好，来自己直接来拨通电话，或是加入我们的 Light 群组，绿色框框直接扫起来。想要飞龙在天，来想要拥有三重送，直接把电话拨通喽。来，我这个飞龙在天168专案，你看到？嗯，我后面除了带进带出的扣讯之外呢？是。我们还有这几个大方送给你，三重送股神养成班是，这是什么东西？来学功夫，你要来跟我学功夫。嗯，我说我给你鱼吃，长期给你不如给你钓竿。是，所以你跟我走股神养成班，你会知道我们怎么选股，怎么选出现在这几张那么标的瓶盖、华为手机供应链、Intel、对不对 ？Intel、辉达概念股，嗯，对不对？这都是股神养成班。的影片每一次大概是半小时，你要了解产业，对不对？你假日在家，现在疫情很严重，不要出去啪啪走，在家干嘛？在家练功嘛，对不对？好来、嗯哼，所以当你看到我的清单，你买下去，你就买得很有怎么样？很安心，很有底气呀、啊，不会随便被洗掉，对不对？来，那什么是日本投资高手操作教学影片？来，我用这个台表科做例子，嗯哼，实战教学，对，怎么把日本投资高手这一支操这个。这个心法、哦、用在你的操盘当中，对不对？懂，值30000、哦、好、哦、再来这个资料无价，我们的清单我跟你讲概念股清单，我这个月内我不会再给你了、哦嗯、那你也都看过这几期给你的清单，对不对？瓶盖、华为、Intel， 你参加我的飞龙在天专案，你通通拥有，我这几个都送给你，价值超过150000、160000以上，这个好吗？三重价值超过150000以上，你要不要？要，直接电话打来，跟着我们一起、嗯、飞龙在天，没问题。来，直接绿色框框扫起来，或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跟着老师，你现在龙困浅滩的好朋友，想要飞龙在天的朋友，没问题，直接跟上。再次感谢建昌老师分享，谢谢甜心。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